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
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
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
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
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
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
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
缘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
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
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
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，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，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，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，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，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，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
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
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
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
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！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！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！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！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
善哉，善哉，善哉，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
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
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
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
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枉说住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看的诸多不顺和
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
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，
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问四种真谛，
无量劫来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往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照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
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：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。枉说住苦于六道中，
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
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。因为无明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
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召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无有出期，我们都希望解脱。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非人众生得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趋向解脱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